大家好，我是小英。炒西兰花的时候，很多人都是先焯水，或者是直接下锅炒。其实西兰花焯水以后，营养特别容易的流失，直接炒又不好吃，还不容易熟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，炒出来的西兰花非常的鲜嫩入味，营养还不流失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颗西兰花，用剪刀剪成小朵，全部剪好以后，加一勺盐。再加一勺普通面粉，然后倒入清水没过西兰花，再用手抓洗均匀，要多抓一会儿，抓两分钟左右。因为西兰花的结构比较密集，直接用清水洗洗不干净。加入食盐有消毒杀菌的效果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有效地清洗干净里面的虫卵和杂质。抓均匀之后再浸泡十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把木耳，放入保鲜盒里，加一勺白糖，让木耳快速的吸收水分，再加一勺面粉，有利于清洗干净灰尘，然后多加一点温水，盖上盖子密封好，然后像这样不停的来回摇晃一分钟，这样木耳能很快的泡发好，然后再泡三分钟就泡好啦。再准备一个胡萝卜，先切成斜段，再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西红柿，先对半切开，然后再把蒂切去不要，再改刀切成小块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瓣大蒜，切成蒜片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块大葱，先切成四瓣，然后改刀切成葱花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一块生姜，先切片再切丝，最后切成姜末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我们的木耳也已经泡好啦，用这个方法一共泡了五分钟，就能把木耳泡得非常的好。然后用清水多洗几遍，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控干水分，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西兰花也泡得差不多啦，然后再用手抓一抓，把它控干水分捞出来，再加入清水多洗几遍。这样清洗过的西兰花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，然后控干水分捞出来，提前把锅中水烧开，水开之后倒入西兰花，然后用筷子把它铺均匀，再盖上盖子，大火蒸三分钟。再来准备一个小碗，打入三个鸡蛋，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，搅拌均匀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再把锅烧热，加少许油，油热之后倒入鸡蛋液，然后转中火，用筷子轻轻搅拌一下，把它炒成大块一点的鸡蛋花，像这样就可以啦，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西兰花也已经蒸好啦，颜色非常的翠绿，淡淡的清香味，然后把它取出来装入碗中备用。然后另起一锅，热锅放油，油热之后倒入葱姜蒜片，炒出香味，炒香之后再把胡萝卜倒进来，把西红柿也倒进来，然后翻炒均匀，炒出西红柿的汤汁。炒均匀之后把木耳加进来，把西兰花和鸡蛋也加进来，然后翻炒几下，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之后加一勺生抽，一勺蚝油提鲜，一小勺盐，一勺白糖，
适量的鸡精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。西兰花不用炒太久，最后加一小碗水淀粉，然后继续翻炒均匀，把汤汁收至粘稠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啦，这样就可以出锅啦，然后把它装入盘中，看一下西兰花这样做色香味俱全，口感非常的鲜嫩又入味。这样做的西兰花非常的适合老人和孩子，不用焯水，营养一点也不流失，非常的营养健康。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